哎呦，嗯，哎，这个地方感觉起来一开始是蛮欢乐的哦。对，就一进入之后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其实刚才其实也不用太紧张，因为什么？因为在现场，因为周边他至少有四五个以上的这个灵在旁边。不是，你为什么会讲得这么的平淡呢？没有，就很正常这样看到这样子。对啊，你完全不考虑这两个的心情。你说我们刚那边有四五个。对啊，就在你们的旁边呢、啊。其实你要换一个角度想，其实他可能在他在感谢你，他在等你救他出来。哦，寻求帮助。对啊，因为他那个照片在里面到底放了多久，你不知道嘛？嗯。然后呢，刚好借由这个机会啊，你们把它拿出来放那个，其实对他来说就是等于是救了他一样。两位老师发生这样的声音，因为他们刚挥七星剑，因为七星剑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强的法器啦，对不对？是啊。那他们挥了以后发这么大的声响，是不是表示现场对他们已经有一点不是很开心？得罪好兄弟，不是很开心的嘛？照片拿出来。照片超恶的，现场我们就直接拍到了。这个是第一张嘛，对不对？对对，第一张你们在、这个、你们正在拿这个法器的时候，对对。然后这时候这个是什么？这边就出现了这边其实就有一个脸在这里了。OK， 很可怕哦，有一个男生的脸。OK， 就差不多在他被拉瘦子那个时候的时候，就有、哎、那么前面哦，就是等于他们一进去，人家就已经记住他们了。那接下来这一张为什么那么多圈？每一个圈就代表一个人的脸啊。老师也看得到。有啊，你仔细看一下，其中有一个鼻子比较。说他们是围着我们在看。每一个窗户都有一个人，对啊，很多灵在那边看他们，那个五官都非常的清楚。其中有一个那个鼻子，我觉得他比一般的鼻子要挺得多。是，那我觉得他们在刚刚在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我曾经遇过一个，就是应该是溺水死亡的灵那溺水死亡的时候，你先叫他讲说我在哪里，他含着水，你试着含着水讲看，一定是我就要讲，就是有个那个声音，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让你听得很清楚，那个他咬的每一个字。OK， 这个是第一次去拍的。对，下面这一排是我第一轮，完全没有拍到任何所谓那个叫医生的那位先生。可是很奇怪，我明明就瞄得很准，可是不知道拍出来就是第二次的表情明显看出来北宋，不是北宋，是有点已经有点。而且我刚刚稍微看一下，我发现一件事情，这一张照片，那个后面那张图啊，很凶哎。其实我们在现场看没有那么凶，对不对？对，但是拍出来就变成这样。哦，这张是最令人恐怖的。嗯，这张照片的诡异的感觉很强烈。对，对啊。其实里面有两张比较诡异啊。那来给老师拿两张。其实一张当然是这一张，因为这张很明显的感觉好像这个头是浮出来，感觉像立体的，有点立体三 D 的。对对对，你会感觉你跟他。真的很像两个人真的靠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第二张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应该是，看起来还蛮凶的这一张。嗯，这张好，如果你把那个小的拿出来做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张很干净，对啊，很白。那这张是这样呜呜的一个。对啊。哇塞，真的，等一下你不要碰，走开。真的，因为它是在同一间。同一个场地拍的。如果这个板子当时已经变绿的话，你第一张拍这里就应该有颜色。对，舒服。所以表示他这一次任务其实算有成功了，因为你四张有成功，算有啊，因为你四张里头至少拍到就两张就中了。这个先讲你，你是真的假的？你是说看到那个影子吗？对。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是看到一个白影晃过去，可是因为那个 DV 是失焦的状态，是，所以我就觉得说。是不是看错了？对，看错了。然后我听到那个声音是有一个东西丢在那个烤箱的那个门口的玻璃上面，然后我就觉得哇，会不会它会冲进来还是什么？哎，你也听到对不对？对，而且很大声。对啦，因为在那个房密闭的房间里头就有两个灵在里头了嘛。而且你要想那个，我是不知道那个房间到底多大啦，因为我看起来是，对，因为我看起来是不大，因为它几乎都是靠在你的旁边而已。哇。不过那时候他已经恍神了，对，已经疯掉了，严重。对啊，所以说这个讲起来说，这一次他们的探险其实蛮成功的。对，对，他又被摸，然后又拍到那张照片，然后你又啊，呼叫 OK 的哈，太好了。